梁生，你干嘛弄疼我了？梁生，你再听我说。梁生，梁生，对不起，是我想事情不够周全。对不起，能原谅我吗？这件事情我已经做决定了，就是你疼是你事。梁生，梁生。王志姐，我想问你点事情。没事，后面有录像机。什么事？这样，没别的，我就是想跟你认真的道个歉。那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我们都看过您之前拍的那个《夏洛特烦恼》这个电影，里面你是演秋雅。我们有考试嘛，正面考试，我要演的也是秋雅。对，所以就是想问问你，就觉得对秋雅方面，你觉得应该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？我觉得你就是演你当时的感受，对方给予你什么，你就把它演出来。所以，那你说当时的时候，秋雅她肯定是喜欢袁华，但是她是有点怕夏洛。我觉得秋雅可能她就是比较内敛的。表现怎么？他可能会躲一躲啊，求保护啊。所以我觉得你就把秋雅的那种内敛、腼腆、害羞、害怕的一些东西和真的内心里喜欢的那些东西演出来就好。把所有的顾虑都抛在脑后，只感受当时对手给你的刺激和你内心的感受，把它演出来就好。就是演一版本你认为的秋雅，我觉得就 OK 了。那我大体知道了。